Shendi Chuanke-1 设计底层是10520米，预计最高地层温度224摄氏度，预计最高地层压力138个兆帕，最高硫化氢含量达到46克每方。它是全智能化的，操作，也就是说我们的在操作室里边能够实现像飞行员操作飞机一样的一个智能化的操作，然后我们的所有的钻井的参数能够实时的回传到我们的后台和我们的计算中心进行计算，然后指导我们现场的工作。